要跟所有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分享这样一个好消息。好，您看到呢，这个就是2021的中天主播卓立在1月5号周二傍晚就到货。好，您看到呢，首先呢，在1月6号开始，也就是今天，我们寄出200份给中天新闻脸书抽中的幸运观众。至于很多人敲碗很热烈说想要买，能够买吗？好，如果你想要来购买这个中天主播的卓立，我们现在也紧急的加印限量发售，所以大家可以来到快点购的平台预购订购。而且再跟大家来报告一次，购买中天主播的卓立平台，搜寻快点购，在首页就能够找到购买的资讯。好，您看到呢，在这个一月份的部分，最先登场的呢就是徐福主播，还有千惠主播。2月份的部分呢是这个小汤圆孙艺林，还有我们的淑芬主播。再来看到3月份就是我们的佳媛，还有玉琴主播。好，4月份呢是小麦麦玉姐以及小豪简志豪。再来看到是5月是我们的温月，还有奶鱼，这很多人的女神哦。那6月的部分呢，则是我跟佩萱主播。在7月份就是有艺珍，还有郑凯。再来看到8月份是我们的立刚主播，好，立刚主播在8月份，以及秀芳主播在9月，以及10月的部分有若愚、银秀以及若仪。好，再看看11月玉敏还有慧荣，好，少了谁呢？12月是谁？12月看到呢，这个压轴登场的是我们的佑正主播。好，这个到1到12月份的中天主播卓立，如果大家有兴趣，好，刚刚大家已经看完了，所以更多详情也请您到中天的脸书，还有快点 TV 脸书来查询。好，这个部分呢就提供给大家。接下来要来帮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请小帮手来帮我换一下哈，是这个反莱猪公投第二阶段需要连数在28万左右。好，现在呢，国民党希望能够冲到50万份以上，确保连数书的合格份数能够足够，而且时间会在3月20号之前要来募集到足够第二阶段，而且还要再送交中选会来审查，8月28号才能够举行公投。现在连数书也曝光了，好，教大家怎么样来填写。我们看到手板的部分，在主文呢，你是否同意政府应该全面禁止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之乙型受体素猪只之肉品、内脏以及相关的产制品？好，注意到了，在这个部分呢，同意不同意你是不需要写的。那另外在下面的部分可以看到，在必填就是你的连署人，还有你的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跟户籍地址。好，在地址的部分要注意到了，在六都的部分，你只要写上是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至于在其他县市的部分呢，在开头部分你就要先写上台湾省，后面才是你的县市。更多内容我们带你一块来看。如果你是六都，那就请填，比如说你是台中市，就填台中市、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台南市，这个六都桃园市，那就写这样子啊，台中市。这个是六都的部分嘛？如果除了这个之外，各县市，那就写台湾省，比如说是新竹县啊，或者是南投县啊，那么等等等等的，这个东西要填对啊。那主要就是看你的身份证怎么写，你是怎么抄上去就好了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地方呢，那这个联署书去哪里拿？我们呢很快的在每个立委的脸书上面都会把这个表格PO出来，那这时候你可以download，哦，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去download，没办法做这个事情，那也很简单，你就到就地方便找到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的服务处，他一定有这样的表格，像我的服务处就有表格，印了很多给大家来拿，已经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说希望拿到这个表格，赶快去连，赶快来表达他的一个愤怒的之意了，哦，所以你到国民党的这个民意代表的服务处里面就跟他拿，就可以拿到这个表格，拿完填完以后，你或者交给这位民意代表，或者直接寄到我们的党中央也可以，我想这样都可以，那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时间性，在3月21号以前，我们希望能够凑足50万份。为什么这么多？事实上按照规定28万份就够了，可是现在中选会他们一定是百般的挑剔，挑这个挑那个，是写歪了怎么样等等的，所以拜托各位字把它写清楚啊，然后字签好，身份证号码一定要对，因为他一个一个对，那他如果他发现有一点点的瑕疵，他可能就剔除掉，所以我们准备的2倍的份，大概50万份左右，我们希望能够在3月21号，时间很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
3月21号我们能够送进去我们中选会，这是大概是目前公投的一个做法。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即将开通会员功能，诚挚的邀请您一起来加入会员，挺中天，加入会员将实质的帮助中天新闻维持营运，中天新闻近400位的员工感恩在心，而 YouTube 中天电视会员功能即将上线，相关的资讯更进一步的内容，敬请关注中天新闻直播、中天新闻脸书以及快点 TV 脸书粉专。